我不去啊，媳妇儿！我去！喂，老表，走，洗脚啊！我上月工资没有上着完，上海有点小金亏。我老虎今儿去逛街去啊！他晚上可能不回来，咱还去洗脚，还去玩啊？你到时候还点你那58号，我还点我的38号，半个月都没洗，我这脚刺挠的很。 好，那我就收拾收拾，咱一会儿见，中不中？啊，中了好，就这，换了，走。哎呦，哪去？哎呦，媳妇，下来。哎呦，哪去？你谁？那不是你咋回来真不是伺候？你咋现在回来呀？我要这，你回来你准备干啥去？就是啊，你准备干啥去？我哪也不去啊。38号哎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洗脚哎。 没有啊，不是没洗啊，不洗啊！脱老秧了，对吧？你听错了吧，媳妇儿啊！我年龄大了吗？我听错了？总归是你不是老媳妇，今儿媳妇儿给你安排，我带着你去洗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！你去哪呀？啊，你刚刚不是喊打了电话跑出去找恁朋友哎？又是38号，又是70号呀？这我的时候你咋不去？我不想去，我这个走，我回家去。再往跑，今儿必须去，我今儿必给你安排明明白白，我也去看看啊。那38号到底是何方的神兽啊？走，你半个月不洗，想他一人想你，俺脚痒痒啊。我不去，姐，我也没见你想我。我不走，我不去。你进来，我去办个事。去，不去，不去。见娘们可不想好人呐。不去了，媳妇儿。不去也得去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必须去，今儿必须给你安排明白，我跟你说啊。老好媳不是，走。 我下来，快点！你要么你坐溜子啊，你等我上来啊！下来！哎呦我，你还等着我请你啊？我不去啊，媳妇儿。你谁不去就不去，你走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这咱朋友啥开店啊？你都别说38号、88号、58号、68号、啥八号都有。我不去啊！我今儿必须给你安排一个。我不去啊！我去。 这三十八号快点，俺老公想他了。好，忙活去，来，咱走。不去啊，媳妇儿。不去。高兴吧？啊？媳妇儿，咱走吧，咱。坐，坐哪走？来都来，坐哪走？不干了。我今儿必须给你安排立立正正的啊！坐那等着我，跟你说呀。来呀，姑娘，坐好。别笑。坐好啊。 我不干了，我招的是弄去啊！你不干，你不干还不容易你啊！好好干，我跟你说啊，俺老屋子给家想你，哎呀，那脚底板凉啊！我不干了，我想回家。不行，实在是他智力，这号给他干，我想回家，媳妇儿，我不干了。你给我好好享受吧啊！要不要吃火锅？ 吃一个吧，给你吃一个，吃一个，不吃，不吃酸饭，你不吃，好好享受啊！今儿媳妇儿必须给你安排立立正正的，我跟你说啊，舒服不？啊？我不推你，舒服不？舒服，不舒服？再给我水啊！舒服不？舒服，不敢相信。啊啊啊啊！给他使劲给他干，死打劲儿，给他抠一下，他再也不想。